bare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越南紧跟强国实力，动辄进购大批防空导弹。南海局势紧张加剧，前不久越方又一次向俄方提出防空导弹的购买需求，这已经是越方第三次向俄方采购军备物资，可以说是见证了俄方导弹事业的发展。此次购买的 S-400 防空导弹在性能上的提升并不明显，暂时还没有发现该的导弹新功能值在打击面和雷达精确度上有小幅度提升。越方此前的导弹附件配置完全不需要经过大的改动就可以运用到新型导弹上来，目前军备采购协议还在紧张交涉中，如果越方真的谈下这份订单，就意味着其将有望增加两个营左右的导弹军事实力以及俄方一定的战略援助，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拥有这款新式导弹的国家。我们都知道越方一直就我国南海问题与中方纠缠不清，此次的军备物资或将统一调配于南海军事领域，企图对中方驻守部队造成武力威吓。越方也为自己的导弹旅更新了一次雷达系统，可以有效侦察周边环境，躲避暗箭。此次越方所购买的新式导弹价格并不低廉，每枚市场售价170万美元不等，越方就只打算购买两个营的装备，可能也会导致一段时间的国力不济，想要真正在未来战争上使用导弹恐怕也会肉痛一番。以越南目前的情况，想要以装配总体参差的导弹实力完成上个世纪对美军投掷近千枚导弹实现战役反攻不太可能，仅两个营的新装备实力到底如何还有待。